这首歌是我国中在台中的时候，对，台中写的一首歌，然后跟那个堂哥一起写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应该有十年了。然后偶然在土版的一次听到人家发表这首歌的时候，哎，对哦，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。然后这位特别来宾呢，他在那个镇区那边有开一间店，叫做西子的店。然后大家有空可以去那边看看，看他到底在卖什么东西。啊，我们的姐姐来了吗？啊，真的，哦，来了来了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叫西子。对，我可以先广告一下我的店吗？OK， 什么问题？我今天主要愿意来当来宾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广告两项事情啊。对，一项是我在卖那个啊民族风的服饰在我都看不到底下的人。我开在那个镇区路359号的一个民族风服饰店。对，然后呢，下个月的3月25号刚好有我的表演在这里。那喜欢听我唱歌的人就过来听我唱歌。OK， 好的，好的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不要再广告第三个了，本来还有，好，先唱好了。吹风，每次姐姐唱这首歌是都以为是人家都以为是她的歌的，是你做的很棒。对，啊，不好意思啦，那我不晓得唱的好不好。哎，底下的人听到拍个手嘛。他真的是一个人才，好吗？对，虽然不能讲高富帅了，啊，又帅。对 ，OK， 好，随风。告诉我。
就这样一起闯。休息个10分钟，接下来就是第二场的小田演唱。